西部加亚的字哦。今天来到 bus station， 我们来这边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吃我们的晚餐。它有一个大草原，然后可以给小朋友跑来跑去哦。你看整个地方很漂亮，而且很多霓虹灯，然后它中间呢是给人家吃东西的地方。你看它都是用那些油罐啊来做成桌子，很有创意，有点像泰国的感觉。你们看我在这边看到什么，他说要小心鳄鱼。这个池塘里面有鳄鱼吗？荒废了的巴士，他们现在把它做成你可以这样去巴士那边吃东西，很有创意。我们上巴士咯。它里面的感觉也是很特别，而且有霓虹灯，最重要是这边有冷气。这里就是 order 食物的地方，它有一排店，所以你可以在那边选你想要吃的东西。有 satay， 然后还有 chicken wing， 伊恩的 burger 跟他的 french fry。对，我们又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厕所了。The next day， 哇，剪得很美了哦。今天我们来到另外一间餐厅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美食，我们要去试试看。爷爷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那个pasta。The next day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加工加工。对，刚刚开的加工加工，然后现在旁边排的好多人。哇，好香哦！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Let's go！ 耶、yeah ！哇，这里有好多选择哦。哇，轮到我们了。Yeah！浓浓的泰国红茶的味道，盐好吃吗？嗯，对，有浓浓的巧克力味道，这是加工的。对，就是他们的招牌之一，但是今天没有买到炒的，只买到真的加工，所以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是我们狮舞的地标天鹅。不只有天鹅，也有十二个生肖。哇，我看到我的龙了！哇，伊恩的龙。好像这只狗很骄傲哈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手工卖场，然后刚好是在一个apartment 这里，然后刚好有举办一个手工的，就是你可以来这边买他们制作的手工品。哇，这边也是有画这个哦，画那个图案在手的，很美丽哦。啊，
这里还有卖床单啊、百家被，还有枕头那些，还有睡衣。哇，还有那个锁匙圈呢。哇，这个 L 很漂亮哎，还有这个星空的感觉哈。哇，这里还可以泡咖啡哦。这里有那个各种各样的钱都。我们又看到暴力熊了，啊，还遇到狗狗要语言的 YouTube， 他要 subscribe， 谢谢狗狗。这个好像里面那个好像 donut 里面有夹心的嘞。Later。现在我们要来买冰淇淋，有很多种选择。我们的 ice cream 可以拿了。哇，我们的珍珠奶茶跟那个冰淇淋拿到了。The next day， 今天是我好朋友 Eddie 的生日。对，今天是 Eddie 的生日。哇，你看 Eddie 准备了什么？很多 Happy Meal。对，你看好多哦。好丰富哦。哇。不知不觉，一个快乐又充实的假期已经过去了。在这个假期里，我外出旅游，丰富阅历，学习特长，陶醉情操，还回到乡下体验生活。我也安排好自主学习的时间，就如我的口头禅一样， The future depends on what you do today。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 subscribe 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